陳志全議員，陳志全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。立即離開會議廳。行政長官，多謝主席。紀律部隊盡職盡責，使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，值得市民的支持和配合。安全問題威脅全球，香港高度國際化和開放，對境內外的安全隱患必須維持警戒。政府將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的策略，包括檢討入境條例，同時加快審核聲請，打擊嚴重的非法入境、逾期居留等問題。公務員隊伍，我衷心感謝公務員同事緊守崗位，竭盡所能，全心全意支持和配合政府的有效施政，服務市民。為了建立及鞏固和公務員隊伍的新型夥伴合作關係，我和政治問責官員將同各個公務員團體保持緊密的聯繫，並通過司局長恆常探訪各部門，促進溝通，深入了解前線同事的工作和訴求，並為公務員提供適切的培訓，確保政府的服務與時俱進。此外，政府將籌備一所新的公務員診所，並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加強專科牙科服務。